你都唔会有事嘅，啊？斟啲水俾你。嗯。饮水。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净系得你几个凶手啫，所以你一定要帮我捉到个凶手啊，知唔知啊？ 嗰晚都有落雨有行雷，但跟住咧，跟住發生咩事？跟住有人嚟探你主人。 即係盡曬力㗎啦，乖。哇！你都咁夜嘅？哦，我諗住睇翻大亞閉路電視嗰餅帶啊嘛。你睇緊咩啊？佢哋自己拍下家庭影帝，開緊生日會。我仲未諗到。 點解兇手要揀呢幾家人落手？到底呢幾家人有咩特質吸引到佢？一般人殺人唔係為情就係為錢，一係就因為有仇。但係而家我哋面對呢個兇手係變態嘅，真係幾難搞嘅。三個都係好正常嘅家庭，正常都有問題。咁要睇下兇手嘅心理喺邊方面出咗問題啊？ 係咪仲落緊雨？希望唔會有事。使唔使落到咁大啊？有揸車啊，車埋嚟啊！唔使啦，我車就泊喺你隔離啫。哇，好傷喎！刑事毀壞啊！捉唔捉到人啊？點捉啊？啲死僆仔！你揸啲靚車係險啲㗎啦！ 人嘅心理係咁，唔抵得人有好嘢嘅，正一憎人，富貴以民貧。冇嘢嘛，Sir Sir。佢哋提醒咗我先。我？有咩發現啊，Sir Sir？全部都一個幸福家庭嘅畫面，唔單止佢哋，三家人都一樣。咁即係點啊？點解你哋可以咁開心？ 点解我唔可以？我唔使你哋可怜，我睇你哋可以开心得几耐。我见到你懒开心嘅样，我想呕，去杀晒你班仆街。哦，凶手杀人嘅动机就系唔抵得人哋一家人快乐幸福啊！一个变态嘅人，佢嘅杀人动机可以好不可思议。咁又系，三个受害家庭嘅共通点都系咁啫。 凶手一定系认识呢三家人，我哋要详细再调查清楚呢三家人所有嘅认识嘅人，睇下佢哋有冇共同嘅朋友。Sir Sir，系咪只狗话俾你听噶？我一定要揾到你出。佢哋咧？得你一个嘅？我甩烂啦，阿 Ben 嗰个犯住老宾啊！搞咩啫佢哋？几廿岁人都做尖，咁健康。 阿哥焗住健康嘅咋？阿公
有冇抽曬筋嘅嘛？你哋以後唔好再揾我應酬佢啦，一係就索性抽生死丑啦。傻啊！黑社會嘅抽生死丑啦。家姐，你哋咪當我無道嘅咋？你係唔喺度？我講你壞話㗎啦。你哋冇嘢咩？仲未散啊？睇你兩個好得其樂咩啊？我哋會有咩啫？不過你老友騎得有嘢，睇啊，唔識自己睇公仔啊！哇！乜咁大單啊？啲餡仲正啊，堅到真啊！ 點解啲人咁無聊咧？佢自己蠢啫嘛，好似唔似個明星仔，搞到洋曬啲自己攞嚟嘅。唉，呢個世界有啲問題㗎啦，男同男、女同女、人同禽獸都得，變啊！唔怪啲越嚟越多變態嘅人啦。我諗唔關我哋事㗎，唔關你事，你為咗成人啊你？個人嘅性取向呢啲嘢好私人嘅。係咯，好私人㗎嘛，咁咪真係冇嘢咯。 點解你可以咁變態咁都瞓得着嘅？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夜晚，你唔覺得夜晚好神秘嘅咩？你咁就瞓咗個夜晚，佢咁嘥啊！阿 Ben 啊，你唔好煩我啦，好唔好啊？你咪嬲我啫，冇嬲啦，冇嬲，最多我下次唔飲你杯奶啊！喂，你出翻去啦，我坐多陣先啦，最多我唔嘈你啊，你瞓啦。 每一個晚上，我將會遠望無涯星海，點點星光，遙望你天際，燃點你路，叮囑風聲來呼喚你遷堂。喂阿 Ben， 我唔該你落廚房攞個攪拌機上嚟搞死我啦！ 你唔好咁對我啦，我好慘啊！真係，我中意嗰個，佢又唔中意我，我真係好空虛，知唔知啊？我明㗎啦，喂，你揾 uncle 啊，喂，佢幫我你㗎，嚟，咩啫？我揾 uncle 啊，佢幫我你㗎，揾咩 uncle 啫？嚟，每一個晚上，我。 喺度做咩啊？冇嘢啊，睇下你瞓觉咯。我瞓觉有咩好睇啫？唔好睇噶，不过好过冇嘢睇咋。你唔系衰到连男人瞓觉都捞埋系咪而家？其实我好空虚啊，究竟你知唔知嘅啫？你过隔篱房揾阿 Michael， 佢會令到你好充實㗎啦，你一個人。我諗到啲嘢。嗯。點解你唔問下我諗到啲咩啫？你關心下我得唔得？我聽朝先關心你啦，好唔好啊？唔好咯。講啊！我唔想一得閒就淨係識得去滾。帶個仔㗎啦，啱，過去瞓啦。我想日頭揾翻啲正常嘅活動。 例如揾翻個正常嘅女朋友咁啦，我仲想做翻啲有益身心嘅運動。好，咁聽日都好嘛？好啊，好，我換定衫，煮定早餐，等你哋起身。每一個晚上，我將會遠望。 無涯星海，點點水光灌。喂！你係咪玩嘢啊？ 喺保齡球場瞓覺，一個波車死你啊！睇你哋打波睇得眼瞓啦 ，Uncle， 唔該後婆子，睇你嘅啦，唉。
餅冇人要噶，十磅波姐姐仔咩？隻手幾大啊？十磅波夠玩又等啦，係嘛？唔該。邊個嚟㗎？好熟口面噃。乜水嚟嘅啦嚇？檢察官嚟噶嘛，跟Rachel做嘢嘅，姓黎嘅，叫 Jenny。喂，唔好講咁多啦，及實佢啊，又發痰，跟住失禮我哋啊。小姐，打保齡最緊要個姿勢，千祈唔好左手左腳，或者右手右腳噃，一定要左手右腳，或者右手左腳嘅。如果萬一左手左腳嘅，咁啊好容易撲親，咁到時眼親邊度都唔係幾好啦，係嘛？你看看啲品牌啊，Jenny打得幾好嘅，真係使你教咩？我哋研究研究嘛。今晚邊一齊玩啊 ，Jenny？ 唔好啦，費事阻住你哋。唔阻，我哋冇事啊。查曬你一個人喺度玩，你唔覺悶嘅咩？悶啊！不過你冇揀錯運動，女性碌鈴，查實最緊要就係拉屎呢下動作。你睇幾靚幾優雅，唔係淨係得個樣啊！其實呢個動作可以鍛鍊到你嘅手臂、大腿。腰、pat pat 同埋你个胸嘅，如果经常做呢个动作，呢一组嘅肌肉都一定会结实啲，同埋富有弹性嘅。讲真噶，唔系呃你啊！大只党，你咁耐好似见你连球都未打过，你走啦。系。唔好意思啊，阻住你。拜拜。拜拜。睇唔睇到啊？呢下 ，Jenny 咧？碌翻自己條鈴啦，姣斯頓篤行咩啊？姣斯頓篤，點解你永遠都可以咁清醒嘅？嚇？落嚟都淨係飲礦泉水，清醒有咩唔好啊？咪搞到你咁嘅樣咯！哇！我而家咩樣啊？嗱，而家我想揾老公嘅咧，就會想揾一個清醒啲嘅，或者理智啲嘅。如果想找男朋友的呢，就會想找一個有情趣一點的，可能每天都有驚喜的，還有不是那麼容易觸摸到的。唉，那起碼我絕對有潛質做個好老公了吧。是不是現在的女生不會快想找老公呢？都沒玩到。那怎麼辦啊？我都幫你不到咯。喂，那我先走了。OK。喂，好像你朋友喔。咦，是的，你啱啊？吓，佢唔啱你的。我又冇讲啲乜。唔识你咩？如果你是女人咧，就或者会有啲机会嘅。咁即系除咗呢样嘢之外，佢应该都冇乜问题。仲几好添。即系仲有机会啦。不过要有好多好多耐性同埋勇气噃。我不嬲都有。仲唔可以太理智？咁我间中都会意乱情迷噶嘛。喂，唔啱嘅。喂，诶，介绍，陈卓瑶 ，Steven， 系 Catherine， 你叫我 Cat 都得。Hello， Cat， 系。咁我先走先啦。我唔系打搅咗你哋嘛，我谂住过嚟打个招呼噶咋。唔系，本来谂住走噶啦。OK。我以为你真系会意乱情迷添。下次啦，下次。OK， 拜拜。拜拜。拜。第二个选择是就是男朋友，不过是以前的。咁 Michael 有啲咩比佢更加吸引啊？几好啊！出边咁多嘢讲，都仲咁开心。有咩办法啫？人哋想点谂，想点讲我，我都冇得控制啫。我仲可以做啲咩啫？真系冇唔开心？系啊，我好唔开心啊！咁咪点咧？咁啊系嘅，啲人嘅观念、时间系好难改变。系啊，就所以而家如果我想话俾人听，我唔系同性恋啊，都冇人信我啦。系啊，就所以我决定令到自己开心就算。例如咧，同我中意嘅人饮杯，饮杯啦。玩啊时玩，你知道我最紧张就系对仔女噶啦，佢哋嘅抚养权我一定要攞到手嘅。邝生，你放心啦，你有晒条件，赢面好大。讲真，我老婆中意女人，非甩咗我，我面就冇晒噶啦。但系钱我仲有大把，你明噶啦。如果你唔中意嘅，可以唔再搵女人帮你嘅。今次个官系女人，
我老婆嗰边又系女人，一于女人玩女人。不过我唔再要同性恋。我知。点解佢唔想阿 Cat 帮佢哋做啊？你应该估到啦。完全系偏见。个客都好合理噶。我谂谂啊。其实冇咩难度啫，一定难唔到你噶。好。多谢，江生，呢位就陈国辉大壮。哦，请坐，请坐。哎，坐坐，随便坐。其实我呢单官司就好易打嘅啫，我相信 Michael 今次咧介绍个人啊，唔会再令我失望。喂，讲起上嚟咧，你次次帮我手咧，我都觉得好满意。但今次又唔知你做乜鬼，揾到嗰个咩欧子强啊 ，Catherine 欧啊，一听佢中文名啊，知道佢不男不女啊有问题噶啦。佢呢啲咁嘅人啊，边个适合做大状嘅啫？喂，但系讲起上嚟咧，佢身材真系好正。可惜啊，可惜佢犯贱。其实喺见邝生你之前咧，我有睇过啲文件同埋研究嗰单案。Good， 就凭你咁样讲，我对你已经好有信心。Sorry， 但我对自己冇信心。以我经济条件，我同我仔女嘅关系，我老婆嘅丑行，个势喺晒我呢度。程大壮，你何必咁谦虚呢？其实都唔关信心事嘅。钱我有，只要你令我觉得满意嘅话，酬劳方面你绝对觉得系超值嘅。我工作系为咗兴趣同埋满足感，唔系钱。阿江生啊，莫子昂同阿程大壮喺沟通上需要再攞多啲共识，真系唔好意思阻你好耐。诶，唔使啦，就等我而家同程大壮直接沟通一下，你点样至有兴趣同我打呢单官司？好，无谓转弯抹角。邝生，我根本冇兴趣同你呢啲咁嘅人做嘢，就咁。诶，程大壮，我谂你同嗰个欧大壮都系同一类人。算啦，姐，唔好意思啊，邝生，你会唔会冲动咗啲咧？系咪会影响到你啊？不过你之前冇考虑过呢个问题。你嬲啊？我有啲擔心。我？我發覺你緊張，阿 Cat 好似又緊張過我咁。咁你唔覺得個光頭佬有啲過分嘅咩？你邊個過分啊？你定阿 Cat？ 完全唔關事啊！佢對阿 Cat 有偏見呢樣就肯定噶啦。其實就係因為佢根本唔識得尊重佢。佢侮辱嘅，就算唔係阿 Cat， 可能係第二個我唔識嘅人咧，我一樣唔會幫佢做。啱嘅，你今日可以當住我哋面咁樣侮辱第二個，咁我聽日都可以當住第二個人面侮辱我哋。係咯。所以我根本完全唔會俾機會佢。你咁即係點啊？我覺得你啦，都有啲偏見啫。你個光頭佬啊！佢好似話有樣嘢送俾我嘅，俾你住，講樣嘢俾你聽先啦。又好啫。Michael 本來幫我接咗你嗰單 case 嚟做，我俾人飛咗個單，幾好，唔難做嘅噃。但我冇睬到佢咯，點解？我接受唔到啲咁嘅人，我仲諗住你又賺到錢，要請我食飯添，唔多唔少都關我事啊。不過我幫你攞咗樣紀念品，應該係你請我食飯。咩嚟㗎？自己睇啊！認唔認得啊？你唔係啊嘛！我想像唔到佢而家個樣啊！你唔使啊，我見過仲樣衰啊！早晨，早晨，睇完呢單有咩發現啊？冇啊！你哋咧有冇咩新進展？暫時都未有料到。崔 Sir， 有發現啊？你睇呢張相，喺第一秀嘅家庭屋企揾到。佢哋去旅行嘅時候，成團人一齊影嘅。
呢个系咪黄永祥啊？系啊，即系佢嚟嘅。点解佢从来冇提过话识得依家人嘅？嗱，之前三个受害家庭就冇咩共通点啊，但系而家咧，原来佢哋识黄永祥嘅。你哋仲记唔记得嗰只狗啊？佢见亲人就吠嘅，但系嗰日佢见到黄永祥，唔单止冇吠，仲缩咗喺我后面添。咁即系话黄永祥之前去过第一受害家庭嘅屋企，所以只狗认得佢。我觉得嗰只狗直情系惊咗黄永祥。惊佢咩？因为只狗好可能见过黄永祥伤害佢嘅主人，甚至乎都伤害过佢，所以一见到佢咪惊咯。照咁睇，黄永祥嫌疑系最大。如果黄永祥真系凶手，咁就可以解释到点解你睇晒啲带都冇咩发现。因为凶手好可能就系揸机做紧摄影嗰人，所以喺带度咪见唔到佢。但系呢啲嘢摆唔到上庭，所以而家系靠你哋啦。如果冇具体嘅证据，我哋根本咩都做唔到。我哋去揾黄永祥倾下计。住开佢啦。拉个衣架嚟。有冇人啊？哇！你都怕光啊？咁黑嘅？周围睇睇啊！哦，全叔，通知取水。我哋应该做嘅嘢，同埋唔应该做嘅嘢，都已经做晒。等埋鉴证科嘅报告，就可以证实你揾到几把刀同埋凶器。其实而家我哋都够了拉人噶啦。净系我哋头先睇嗰批带，已经系好有力嘅证据啦。仲未有嗰条友嘅消息，系咪已经通知佢屋企人同埋公司嘅负责人咧？系。咁辛苦晒，崔 Sir。崔 Sir， 份报告你应该点写啊？我哋未有搜查令就入屋，会有麻烦噶。你哋有合理嘅怀疑，屋里边有人进行非法活动。吓！你哋之前喺疑凶屋企楼下遇到个女人，神色有可疑。个女人年约40岁，话发现有人喺嗰个单位传出呼救声。你哋上到去敲门冇反应，担心屋里边会有人出事，所以破门而入。咁都得啊？如果唔系咁，你想点样写个报告咧？照你意思做咯。
你細該名女子事後失蹤，咁咪會好啲咯。有冇嘢要幫手啊？佢都掂噶啦。誒，我嚟啊。喂，你等等啊！喂，講都冇人信啦！製作公司負責人打電話嚟，話佢哋啱啱翻工，自己喺度做緊嘢喎。我嚟。喂，係，我係周文斌沙展。嗱，你聽住啊！你而家咩都唔使做，當冇事發生，我哋即刻上嚟。唔該你啊。我嚟啊。早晨，啱啱想揾你啊。咩事？製作公司啱啱打電話嚟，話黃永祥翻咗工喎。冇事發生咩？冇啊。啊，嗰條友咧又 shot 得幾混盡喎。去睇下佢咩事。非常已經封鎖咗附近一帶嘅啦，疑匪應該仲喺上面。疑匪係極之危險嘅，暫時仲未知佢身上面有冇武器，大家自己要小心啲。仲有，我哋懷疑佢精神有問題，所以盡量避免正面刺激佢。我唔想公司裏面其他嘅職員嘅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明白未？明白。我哋上去。你哋邊個係負責人？我已經安排咗佢後面剪片房剪緊片嘅啦，一個人。唔該，安排員工離開呢度先。係。咪喐，咪喐！黃永祥，你涉嫌三宗滅門謀殺案，呢張拘捕令，我哋要拘捕你。而家唔係事必要你講。但你所講嘅將來會成為呈堂證供，你哋會唔會搞錯噶？我咩都冇做，冇做過噶喎。快去走！又會咁順攤嘅？你識唔識佢哋？你點解識噶？佢哋係我三月之前參加泰國旅行團嘅團友，之後出過嚟一次飲茶，順便睇埋相。佢哋係我一次結婚錄影嗰時識嘅，之後佢哋揾過我做過幾個 job。你仲記唔記得喺五月十三日、六月十八日同埋六月二十四日夜晚十點至凌晨三點鐘，你做緊咩？我一定記得噶。通常放工冇家去，我會翻屋企。不過我通常都冇家去，我諗我喺屋企啩。嗰幾日係假期嚟嘅喎，你仲要開工？輪班嘅，我哋假期都要開工。你一個人住？係。你讲妈妈已经唔喺度，呢啲相喺你屋企揾到嘅，你点得翻嚟嘅？我未见过呢啲相，点会喺我屋企？咁你即系话你否认呢啲相系你噶啦？我未见过，我唔明啊！头先你睇过晒呢啲带噶啦。你怎樣解釋會在你屋企找到的？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不可能在屋企找到的。你們不要屈我啊，我沒有殺到人的。坐下。你現在不說不要緊，我們還有大把時間。你們信我，我真的不會殺人的，真系冇噶。点啊？阿全同阿正仲帮我落紧口供，仲扮紧失忆啊？我同嗰班同事倾过偈，话佢份人平时冇乜点，对人几有礼貌，估计唔到佢会杀人。条友仔扮晒嘢啫嘛，上次喐我哋嗰阵啊，成只禽兽咁啊。
佢畢業之後咧就做呢份工噶啦，冇乜嗜好嘅，嫖賭飲吹都唔掂嘅。聽講嗜好殺人至恐怖啊嘛，而家有十七條人命關佢事噶。已經揾咗心理醫生同佢傾偈噶啦，睇嚟佢唔會扮嘢扮得幾耐。鑑定科出咗報告未啊？出咗啦。喺佢屋企揾到嗰對波鞋，同喺第二單兇案現場發現嘅鞋印衣物纖維完全吻合。喺對鞋上邊仲有死者嘅血跡，嗰兩把刀亦都同死者嘅傷口好吻合。咁就想唔認都唔得啦。睇嚟今晚大家卒之有計好瞓。傾公事定私事先？想傾私事嘅話，仲有兩分鐘先放工喎。單連環滅門案，聽講你會自己做翻。點啊？我係咪好唔幫得你手啊 ，Rachel？是 Gary 決定的，咁佢對呢單 case 比較緊張啲。啱啱夠鐘，可以傾下私事嘛？好啊。其實會唔會因為我哋兩個人嘅關係，所以你唔希望我喺工作上面出現問題，亦都唔希望俾一啲有可能出現問題嘅案外做，係咪？點解你會有咁嘅諗法？我系咪唔应该咁谂？你可以，但我好失望。我觉得你唔够成熟。算啦，搞出个反效果出嚟添。我知道你想俾表面人睇，我明噶，但要等机会。如果机会未嚟到之前，你系咪应该做好准备先？而唔应该嘥啲精神喺啲唔关事嘅嘢。系，你讲得啱。以后你多啲教训我啦，我接受嘅。好啊，你多啲请我食饭啦。好啊，咁行得噶啦。好啊。信我啊，好嘢嚟噶。喂，呢个哥哥仔咁鬼变态，杀亲都杀人全家噶，证据又齐晒，咁边度有得打噶？咁咪好咯，输系合理噶嘛，赢即系代表 Bang 哥李健，但系钱呢一样系照收嘅。控方边个做？我哋嘅老友 Rachel， 有壓力啊！有壓力，咁謙啊 ，Bang 哥。不過喺你面前都唔使講啲咁行嘅説話。點先？係做我約嘅時間，同我反傾一傾。你講得啱，輸咗照收錢，贏咗證明我堅。我講咩信？喂，点啊？你掂唔掂啊？你啊？点啊？你啊？你冇嘢话？我冇我。喂喂，冇事冇事冇事。喂，运动嘅嘢真系唔可以夹硬嚟嘅，要适可而止嘅，你知唔知？今日系咁多好啦，咪你今晚努力跳舞。唉，算啦，食早餐啦。喂，唔使咁夹，你唞多阵先啦。点啊？你啊？咩啊？叫你滚少啲噶啦，平时。乜滚啫？新陈代谢啊！你有冇读书啊？你真系有嘢玩。Hi Jenny， 系早晨，一个人跑步啊，啊唔怕静啊吓，而家净系跑步嘅就打保龄噶咯，有咩唔出声啊？惊嘥气一阵唔够气跑翻嚟啊？啊话时话，女性跑步嘅姿势咧非常之重要嘅，知唔知？如果好似你咁唔出声，耷低个头系咁跑系咁跑咧。是非常之影响你上半身的发育嘅，知唔知？喂，你急唔急啊？人哋只是讲笑噶，咩讲笑啫？我讲真嘅 ，Jenny， 女性跑步嘅姿势咧，应该挺胸收腹，卧高个头跑，咁啊咩地心吸力都唔惊啊，收声啦！仲有，下半身咧都好重要嘅，姿势好重要嘅。你吓亲人啊！吓咩亲人？我讲真又唔系讲衰嘢，入钱落佢袋，你知唔知？知唔知？使唔使嗌佢请埋食早餐啊？基本上都应该要。彩嘅，喂，不过话时话 ，Jenny 都比较玩，玩极佢都唔出声我好嘛，系嘛？啲司法界嘅耻辱。两位，哎呀，仲有下半场玩喎。Hi， 我哋真系有缘嘅啫，喂，坐啦。介唔介意一起食个早餐啊？好啦，阻住人咯，坐嗰边啦。唔阻，唔阻我，系嘛？
我约咗人啦，佢就嚟。哎呀，你早啲讲啊嘛，唔好意思喎、啊，约咗边个啫？我哋识唔识噶？食嘢啦，肚饿啊 ，Ben。哎，好啦好啦，我哋坐嗰边啦，你慢慢等我啊。睇佢样子比较约人咧，你得人多啊！一系最衰都系你啊！你俾我玩多阵啊嘛，阻位住晒啊！佢真系好鬼好玩嘅啫，唔该。你已经样衰噶啦，你啲行为就检点啲啦，你冇得救噶啦，冇得救都系佢啊！你话我话佢样子真系似有病，有好嘅医生都冇介绍佢做，等我玩多排，玩厌佢先。喂，话时话咧，我觉得你个 Jenny 姐真系几好玩，我觉得佢好似系只龟。黐线！我系咁要点点佢啫嘛，就成个头缩晒入个壳嗰度啦。我唔贱啦。上车，上车，上车。嗰边啊。系喎，系喎，系喎。诶，仲有加时黄金入球玩喎，嚟，唔好搞人啊，春春。系 Jenny。你想点啊？你想点啊？哦 ，sorry， 我帮你执翻。我哋冇跟住你啊！呢个停车场嚟噶嘛，我哋都系嚟攞车嘅啫嘛。你冷静啲先啦。我已经避咗你哋，唔敢一再打爆你。我跑步，你哋跟住我；我食嘢，你哋又跟住我。即系连我而家攞车，你哋都唔放过我。你想点啊？讲啊！好啊，我哋真系冇嘢噶。你讲大话！我冇啊，我哋律师嚟噶，唔讲大话噶。我求下你。放过我，你俾我自己一个人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好唔好？唔该你哋。好，好啊，好。佢好似发羊吊，你过去求其俾啲嘢佢咬住先咯。去啦 ，Jenny 揸唔揸到车啊？我冇事，我一个人会好啲噶啦。你哋真系唔好再跟住我啦，好唔好啊？好啊，对唔住啊。迎住佢车牌，又见到佢掉头走啊！呢位余大壮就系你嘅辩护律师，我哋好希望帮你，亦都好希望你同意。咁又点啊，黄生？我同余大壮睇到你俾警方一份口供，发觉有好多问题。咩问题？我讲嘅全部都系事实。罗生，你只是承认认得受害的那三个家庭，但是你就否认在案发的时候你曾经上过去他们家。但是警方找到的证据全部都可以证明你在案发的时候你曾经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你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想问一下，有人说那七人破不到案，求其拉些人回来交差，是不是？罗生，你明唔明白头先我哋所讲嘅合作究竟系咩意思？讲事实，我冇晒佢。你所讲嘅事实根本就冇可能说服啲陪审员，因为警方喺屋企抄到个录影带、凶器、嗰对波鞋，加上你冇时间证人，全部都可以证明到你就系凶手。我唔知嗰啲咩嚟，我冇见过。咁会唔会系你俾口供警方嘅时候搞得唔清楚？其实你想停的时候你是有权另外给那份口供。为什么要这样做？上到庭不是一样要讲事实的吗？请问你有没有其他的发现？有，我们在第一个凶案现场从这个42岁的男死者的指甲里面找到一些衣物纤维。经过化验之后呢，发觉同埋喺被告嘅屋企里边所揾到出嚟嘅部分衣物纤维系完全相同。另外，我哋喺第二个凶案现场发现到鞋印，同属于被告嘅一对 Rock 波鞋完全吻合。喺波鞋上边，我哋仲揾到三种血液样本，呢三种血液样本同埋三名死者完全吻合。仲有喺现场，我哋揾到一个搅拌机，
搅拌机里面有一些是三十岁的女死者的肝脏，和一些的鲜奶混合成一起的液体。请问你案中的三个受害家庭的成员，十七名死者的致死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家庭有五个成员，四十二岁的男死者是被人用类似木棍的物体猛力打爆了这个头骨，脑部受到严重的伤害致死。另外四个死者，其中包括一个十二岁的女童，都是分别被人用利刀插中身体的要害，失血过多致死。我在每一个死者身上边都找到超过二十处由利刀造成的伤口。至于第二个受害家庭呢？三十二岁的男死者，除了颈部有被人用手勒过痕迹之外，还被人用利刀插中胸部、腹部，割破了大动脉，失血过多致死。另外的四个死者，包括两个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二岁的女童，在他们身上找到超过三十处由利刀造成的伤口。另外三十岁的女死者，她的肝脏是被人在体内割了出来。至于第三个受害家庭呢？在六个死者身上都发现到超过五十处由利刀造成的伤口。三十四岁的女死者的腹部曾经被人劏开过，肝脏亦曾经被人拿过出来体外，然后再次放回入去。我们在女死者的肝脏发现到有被人或者是动物咬过的迹象。凶手行凶杀害这十七个死者，手法非常之残忍。